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們樂活道就邀請到 Tonic 和我們做訪問。今天呢，就想訪問一下 Tonic， 你們接下來十二月啊，不是，今天就十二月了，是接下來呢就會有一個演唱會啦。你們的新歌的歌名就叫做不停站啦，你們的演唱會都是叫不停站。其實這個的創作靈感來源是來自哪裡的呢？不停站這個名字其實是我們呢決定了搞這個演唱會之後，我們一起想出來的，即是在我們那天就坐在那裡，然後有一塊大的板，有很多人，有很多人，是全個演唱會所有部門設計啊、導演啊，都是創作的人，是都是創作的人，然後就一起在想今次我們叫什麼名字好呢，這樣的，然後想了很多個名字，然後想了些什麼呢？我們那天是還要是這麼多部門，然後不如我們一起 brainstorm， 我們每人拋兩個名字，然後寫到黑板抹曬，然後就大家投票了，那哪一個好呢？然後 我們拿著那個精神都是其實每年 Tonic 搞演唱會的時候，那個精神都是講緊嗰個要堅持夢想，同埋要點樣去令到你人生過得無悔，即係其實都係講呢樣嘢。咁跟住寫咗好多個關於呢樣嘢嘅名字，咁有人講咗不停站呢一個出嚟喎，大家都對呢個有啲感覺，跟住就開始諗啦，不停站其實幾有意思喎，即係喺個不停站裏面可以做乜嘢呢？我哋點樣喺呢個不停站裏面去發揮呢？然之後同埋最得意嘅就係不停站其實即係解係咁企啊嘛，咁我哋嘅即係其實。為了這個小小的 gap， 跟住大家覺得幾啱喎，真係不停。因為演唱會全部都係企位，係啊，全部都係企，係咁企嘅喎，要咁啊，幾好啊咁樣。於是乎就再先至轉心落去，究竟即係我哋而家嗰個感覺上就係其實幾似 Tonic 嘅一個成長嘅階段嘅，就係當你不斷向前衝嘅時候，你總會遇到一啲唔開心或者辛苦嘅時候，咁然之後你唔可以停。你可以停，但你可以停在不停站裏面，可以休息，可以抖擞精神，然後再出發。即是這個我覺得是幾似 Tonic 一個不同的階段的，到現在這個地步的一個小的總結去跟觀眾分享。嗯，你們剛才就說有很多個不同的名字都有想到，其他另外的一些靈感有沒有什麼是比較特別的，突出一點的？有冇其他名字？我記得有啲好搞笑嘅，係一個蔓延，有佢幾多？我蔓延係啊，蔓延，蔓延又係點？佢蔓延個延咧係火字邊個燒啊？燒啊！咁即係將蔓係樹身邊嗰個蔓。係啦，即係我哋好慢慢咁將你嘅信念去傳俾其他人，咁就好似火燒咁慢慢燒，越燒越遠，越燒越遠。冇錯，呢個都好好，我覺得。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去到。即都夾了一段時間的 band 啦，跟住發覺其實有時夢想的嘢，又或者係好似頭先我係講不停站，點解會有呢首歌嘅出現，或者點解會有蔓延呢個諗法出現，就係有好多時候你去追逐一件事啊，或者追逐一個夢想啊，唔係咁順利，即唔係話你今日燒呢個火，我聽日就有個成果喺度咯，咁可能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咯，咁所以。不停站首歌入面亦都有一個意思，就是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難又或者是想放棄的時候，可以聽一聽我們不停站這首歌。因為為什麼呢？因為其實我覺得有時很虛無，我跟你說喂，你一定可以的， 你繼續吧，堅持吧，那大家會覺得你說又容易而已，你做其實很難的嘛，即很重要的就是即不是樣嘢，即係我哋自己經歷過，就係其實可能我哋第一首歌係起碼我做過啦。咁但係之後一路發展到就是、原來依個世界上有好多現實嘅嘢係會令到你去懷疑自己咧。咁喺懷疑自己嘅過程，其實你都係重新認識翻自己，究竟自己係咪真係好喜歡呢樣嘢咧？究竟自己係靠住個咩嘅信念去堅持咧？咁我覺得揾翻自己呢樣嘢，我覺得都係一個不停站首歌入邊，希望大家 get 到嘅嘢。咁你一直寫啲歌都係好熱血啊、青春啊咁樣嘅，但係你哋最近嘅年頭嘅嗰首《長相廝守》啦，就唔係行呢個路線，但係就比其他嘅歌可能係更加跑出喎。咁你哋又點睇咧？我覺得《長相廝守》係好得意嘅，即係咧呢首歌其實係為咗一部電影嘅創作嘅一首主題曲。咁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共識，就係一定要 fit 翻嗰部電影裏面嘅劇情，
係一首愛情，係一個生離死別嗰一種浪漫嘅歌嚟。咁但係經歷咗好多，我哋同監製 Adrian Chan 一齊去研究點樣編曲，我哋我同姜鼎樂同埋阿梁柏堅佢哋，我哋一齊去研究嗰份歌詞應該點做。咁我哋都覺得啊，其實真係表達到嗰個浪漫，即係可以重遇你一次咁樣樣。但係咧聽翻嚟咧，有啲 comment 係話佢 feel 到嗰個愛情裏邊咧。尤其是最尾嗰段咧，即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度，佢哋又 feel 到有 Tonic 嗰種唔肯放棄嗰團火喺度喎，即係嗰啲 action 或者情歌裏邊係比較少見嘅咁啊，即係好仔細咁去聽嘅話，咁我可能呢首歌仲需要多啲時間去等大家消化一下，先至知道究竟呢首歌嗰個內裏邊隱藏嗰樣嘢究竟係乜？諗得。即係得意啲咧，我覺得譬如你話講最尾嗰度咧，即係仍會願意啊，仍繼續試啊，都係好堅持。即係其實你當你個夢想係你嘅女神，你套翻落《長相廝守》其實係 work 嘅嗰件事，因為《長相廝守》其實講個愛情故仔，其實係個男仔唔肯，無論任何情況底下，無論嗰個角色係咩情況底下，佢都唔肯放棄呢段關係嘛。係咪？佢都仍然去為呢個女仔去試去做嘛。咁其實你同你追逐一樣好虛無縹緲嘅嘢，因為女人係好虛無縹緲啊嘛。係咪？咁夢想同女人係一樣，所以其實我覺得愛情嘅關係，如果你擺翻喺呢首歌度，其實我覺得都有火喎。即係唔係話你唔要我就分手啦，分啦，即係唔係呢個方向。我哋係長相廝守係，即使我哋嘅關係係點樣。我會為你繼續去做，繼續去試嘅。好浪漫啊！咁樣。